如果在那里物质环境虽然很好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，每一天在那里是坐吃等死，你说他多难过，他有怨恨啊，怨恨的心将来死的时候都堕三途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用爱心照顾老人是把老人从三途送到天堂，你说这个事业多神圣，还有什么人能够跟他比肩啊？学佛的人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老人院要用这个做目标啊，做方向，这个老人院就堪称是圣贤事业，佛菩萨的事业。我非常希望啊，能有这么一个老人院出现。啊，老人院里面要办学啊，传统文化学院，人人都要接受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，老人院里面可以学习宗教教育，因为他信仰宗教不一样啊，老人院里面可以建教堂、修道院啊，佛教的可以建佛寺、念佛堂啊，他信仰哪个教就要帮助他啊，让他好好在一块学习，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适应点啊，不同宗教、不同族群可以非常快乐、和谐生活在一起，好事情啊！啊，所以我希望他们去澳洲去参观。我说：“你们把团组好了之后，我陪你去。”啊，当地那些人我都认识。啊，考察完了之后回到国内，如果国内再能够把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加上去，你这个老人福利事业就世界第一了，谁不愿意到你这来养老啊，你的老人事业会非常兴旺啊。啊，一定要发大慈悲心啊，不能够拿这个做商业啊，做商业那就把你限制住了啊，你的功德就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功德就变成你发财了啊，你要不把它当作商业来经营，你将来会升天，你会做天王，你会做佛，你会做菩萨，那个国报啊，比亿万财富高得太多了，不能比啊。啊，亿万财富有限啊，人间的帝王啊，也不是很圆满的，为什么不到天上去做天王啊，大梵天王、摩西首罗天王，那都是人做的，那个福报从哪里修的？老人院可以修成，你办老人福利事业可以修成啊。为什么？一个好的榜样带动全世界，你说这个事业值不值得做啊？所以要发心真干，发藏比丘发心见极乐世界，这是多么难的事情，他都成功了啊！你要真正发心呢，
为全世界建一个示范的老人院，诸佛菩萨、龙天善神都会帮助你，都会满足你的大愿。